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易轩科技。飞机已经是咱们生活中最快的一种交通工具，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战机还是客机，在我们印象中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不过现在飞机的造型也与时俱进了，和传统飞机大不相同的实际，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共同设计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客机。FlyWay 从外形上就能看出这个飞机的设计相当与众不同。 FlyWay 放弃了常规的机身设计，把机翼部分创造性的设计成乘客区。据说它的灵感来自同名 FlyWay 吉他。这架飞机不仅在造型上出彩，功能也很实用，可以搭乘314名乘客，有着160立方米运货空间。 FlyWay 体积比宽客 A350 要小，它的发动机安装在机翼后部上方，客舱、货舱、油箱和其他基础设施都整合在机翼上。机翼内部座位排列也跟传统的宽体客机一样，都是常见的343，只不过它们的舱门数量更多一些。要说这架飞机的优势在哪儿，必然是可以大大减轻飞机重量，从而实现省油的目的。机身和机翼融合后协同作用，可以提高飞机的升力并减少空气阻力，因此飞机能够减少整个飞行过程中油耗节省 20% 的燃料。有关人士表示，这架飞机是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而设计，目标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么环保的飞机，就是不知道安全性能怎么样了。你们觉得这架飞机设计怎么样呢？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本期节目